研磨好的农产原物料放入全自动打定机，透过高压作用，每小时就能产出15000片的口含锭。台东大学东部生物经济中心先导工厂引进多样生物科技设备，使农产品能制成更方便食用的锭剂、胶囊或颗粒状的滴丸等保健食品，甚至连包装、行销都能提供农民一条龙服务，让台东在地农产不用再送到外地就能升级。它可以先把我们的原料做成一个新奇的包装，新奇的一个加工，让我们可以去做什么？可以去跟厂商去做提评。我们已经协助前端的作业，所以对他们来讲就可以马上大量的一个生产，也就希望说业者可以在这个市场市销的模式下先走出第一步。透过先导工厂进行农产品打样、开发跟制程，除了省去农民外运加工的成本与风险，还能直接提供厂商成品大量生产制造，实现在地产业六级化服务。东大表示，目前已跟20家在地业者签约，而未来先导工厂也将以观光工厂的模式开放民众参观，并借由实习商店培养学生实务经验，达到产学合作目标。所以我们打造了一个叫做实习商店的自产销的一个学程，那这学程呢，透过20个学分的课程模组的结构，让我们校内各个不同科系的同学，他可以跨领域的学习。经过一年时间试营运，东部生物经济中心先导工厂11号正式揭牌启用，可接受全国农民委托产品试制、试产、试销等服务，协助一级农业升级加值。原视新闻资深台东市采访报道。